我们让我们台中市有了崭新的一页。我们的卢秀燕市长当选台中市长，连任台中市长，这就是我们市民的愿望，大家都对吗？咱台中市的进步，大家都有看到。咱台中市的市民，大家幸福指数都很高。我们相当期待我们台中市的进步跟发展。但是最近大家有看到，即卖执政党为着要卡卢秀燕，为着要卡蓝线，所以咱终结蓝线。一直到即马拢无法度核定通过，这就是要害台中市停止发展，要让台中市退步，大家讲对不对？